早安啊，早安啊！今天要来说说啊，在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的那种。好啊，好啊，下次约，下次就啊，可以啊，下次带你去，走啊，走啊，一起去哪边哪边的。结果完全都约不出去，也没有所谓真的有下一次的人，对吧？啊，不就是你？那就跟你弟一样啊，只是说说而已。为什么躺在中枪啊？假的。总之，到底每次都只是说说的，我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还记得啊，就在几个月前。哎，你咋中啊？就好是读完，我就一起出来吃饭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一边说好的同时，我们还一边在开始说什么？哎呀，最近有什么东西很好买啊？哦，那个什么东西很不错啊？或者是哎呀，最近有出什么东西很好吃？各种叭叭叭哦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约？啊，下一次啦，下一次啦。然后，不管是约吃饭还是好事多，已经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想到没跟我出去过？哈哈，下一次一定啊，下次一定啊。隔天，走啊，闪闪好事多啊，走啊，一起去吃饭啊。每次说要去约好事多，每次说要去吃饭，那你哪次有去呢？又或者是就在几个月前发的小光结婚的影片哦。当初我们还各种的说，哈哈，这瓶是我的，不行不行，是我的。然后还想要打包小光婚礼的全部的食材，最后只包200块礼金的时候，结果，哎，你想睡着，你要来吗？路呢？没有啦，我应该也去不了吧。下次啊，等你下次结婚，我再去好不好？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你下次结婚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的。好吧，那我只好先去离婚，再去结一次婚好了。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爸，我不要乱说话啦！不止如此，不止如此，就连我现实中的朋友啊、同学，也全部都约不到我。这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像是就在前几天啊。哎，鱼该约吃饭了吧？哎，你这阵子忙吗？好久都不见了。哎，那我帮你看广告，你该谢谢我了吧？请吃饭呢、啊。拜托，就算你看100个广告，我也赚不到可以请你吃饭的钱，好吗？这岂不是来抱怨又痛了啦？总之啊，就是那种各种约吃饭、约回母校之类的，我都会说，哈，下次啊，下次啊，好啦好啦，有空再约，下次，下次我绝对会去，各种的答应人家。结果啊，那天我没空哎，下次啦，啊，我的片没剪完，没有一次约成功的哦。不要给我骄傲第二次。结果再后来，走啊，也去吃饭啊。下次，下次啦，下次啦，拦在你家前面了。如果不想我们在那边大喊你的名字，YouTube频道的名字，你现在就给我立刻下来。我。既然是天桥知道我不会出门了吗？怎么可能在我家前面啊？路飞，路飞，鱼仔当家，鱼仔当家。以上就是每次都说下一次就是没有下一次的故事啦。你们呢？你们身边有这种人吗？又或者是你本身就是这种人呢？快来说说吧，宝宝。谁带什么就出来吃饭，鱼仔。下次。呵呵。